下面进行头面部按摩。第一步，开天门，它是在印堂附近做一个魔法。这个手法要求力度稍轻，动作稍快，频率在120次左右。下一个就是从印堂推到神庭，这个动作要求在印堂先做一遍点按，当推到神庭的时候再做一次点按。下一个动作就是抹双柳，就是从印堂抹到太阳穴，这个动作要求也是先点印堂，再抹到眉中的时候做一下点按，再抹到太阳穴，在太阳穴稍微停一下做一下点按。下一个动作是从印堂推到头围，这个要求也是在印堂做一下点按，然后推到头围之后在头围做一个点按动作。这个力度要求适中，在点按头围的时候力度稍微重一点。下一步是抹前额，这个要求用大鱼际和大拇指往下做，一直抹到耳前，力度要适中，要求手法缓慢柔和。下一步就是按眉弓，要求四指同时按压眉弓，食指点着攒竹，小指点着丝竹空，按压时间30秒左右，这个力度稍微重一点，食指和小指用力。下一步是点按睛明和四白，要求食指稍弯曲，点按两侧睛明穴，无名指点到四白穴，稍微带一点按揉的动作。这个穴位的用力方向，睛明是向下，稍微往内侧用力，四白是垂直向下用力。下一步从睛明推到迎香，然后在迎香和全髎、巨髎做按压，这个要求食指点到迎香，中指点到巨髎，无名指点到全髎。下一步从迎香抹到耳门，在耳门做一个揉按，
下一步，揉双侧侧头部。这个要求用大鱼际或者是掌根做双侧的侧头部揉法。这个手法以缓慢轻柔，在用到大鱼际的时候，用第一掌指关节揉到太阳穴，在太阳穴稍微揉一下，下一步是按压五经。按压五经主要是按压督脉和太阳经、少阳经，要求用拇指指腹尽可能的接触大面积，从印堂做督脉做到百会。然后点按膀胱经，膀胱经从睛明穴到攒竹，从攒竹往上做，做到头顶百会两侧，停一下再往上做。下一步是从丝竹空点按顺着寒焰，然后点按少阳胆经到曲膑穴，再返回。下一步是拿头部，把五指分开，做头部的全面拿法。这个要求拿法不要伤皮，下一步是拿揉侧头部，要求在拿法的基础上做一个揉法，一般情况下是单手做。
下一个动作就是按压侧头部，要求拇指放在督脉，其他四指放在侧头部。下一步是揉耳廓，揉耳廓从耳垂开始揉起，向上揉到耳尖，再从耳尖返回到耳垂。下一个动作就是拉耳垂，耳垂这一块属于头面反射区，所以说在耳垂穴位下揪搓3到5次能够醒脑开窍。下一步就是搓耳根，要求频率要快，两个手指岔开，这一步是搓耳朵搓耳根，下一步是点按阴明穴，要求双手中指点到阴明穴，做一下按揉手法。下一个动作是勾点风池，要求单手的食指和中指勾到风池穴，相对用力，另外一只手压住额头往下压，时间是30秒到1分钟。下一个动作就是放松颈和肩，用双手放松两侧的斜方肌，下一个就是顶颈椎的棘突向上点，用双手的四指，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和小指向上顶到颈椎棘突的两侧，向上用力。下一个就是揉后头部，用掌根把后头部放松一下。Thank you.
下一个动作，点按印堂。印堂穴具有开窍醒神的作用，它同时能够明目，治疗近视眼。下一步是按揉太阳穴，用双手拇指的指腹对太阳穴轻轻揉按，揉的幅度要小，按的力度中等。太阳穴对于头疼、头晕、失眠治疗效果都是比较好的。临床上最常用的例子是偏头痛。下一个，点按百会穴。百会穴的取法是两个耳尖叠一线的中点。百会这个穴位能够提升中气，能够开窍醒神。临床最常用的是智力障碍和头疼、头晕、失眠。下一步是干洗头，要求五指分开，做快速的抓拿。这个手法以轻缓轻快，下一步就是拉头发，要求五指分开，把头发向上提拉。下一步，头部的叩击手法，现在头面部的手法操作完毕。下面进行上肢部的手法操作，第一步就是分压双肩。下一步就是揉肩部，肩部的揉法就是用掌心放在拱骨头上，然后做一个揉法。要求手法缓慢轻柔，这个手法可以松解胸大肌、胸小肌和肱二头肌。下一个动作，推上肢部。从肩部一直推到手腕。
下一个手法，揉按上肢部。下一个手法就是拿上肢部。下一步点曲池，在曲池穴这个地方做一下点揉手法。曲池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合穴，它的作用能够解热镇痛，能够治疗肠胃疾病。下一步活动腕关节，用双手食指垫到腕关节的下方，双手拇指垫到腕关节的上方，然后食指和拇指配合，使腕关节做屈伸活动。下一步拉上肢，下一步推大鱼际和小鱼际，从掌根向两个指尖推。然后推整个手掌，然后拔伸手指，上肢部的手法操作结束。右侧和左侧是一样的，上肢的手法右侧我就不再演示了。下面进行胸腹部的手法操作，首先是分推胸部至两侧肩部，下一步揉双侧的胸大肌，下一步是点揉膻中。膻中穴位于第四肋间，与乳头相平，在正中线上。这个穴位具有宽松理气，所以说它能够治疗肺部疾病和心脏部的疾病。下一步直推腹部，这是推法。
下一步进行磨腹。磨腹这个手法要求以不带动皮下组织为基准，所以说它的手法易轻。磨腹，顺时针为泻，逆时针为补，所以说我们做顺时针手法的时候，主要是治疗腹胀、便秘、腹痛，而逆时针一般都用于腹泻。下一个做腹部的揉法，也是按顺时针做。下一步再做中脘的揉法，揉中脘。力度适中，这个手法稍微快一点。下一个揉关元和气海，下一步是滚任脉。下一个提拿腹直肌，尽可能的提拿更多的腹直肌。下一个就是双手点任脉，然后点足阳明胃经。下一步点按中脘，这个穴位要求缓慢压下去，压到一定深度的时候，感觉下面有抵抗的时候，随着它的呼吸进行按压。中脘穴本身具有调理脏腑的作用，特别对于脾胃治疗效果比较好，所以说腹部按摩我们必须做中脘。下一步点天枢，天枢是一个双向调节穴位，它对于腹泻和便秘具有双向调节作用，所以说无论是腹泻还是便秘都能够点天枢。
天枢穴按压下去，手下有搏动感。按压之后，有一股热感顺着腹部往腿上窜。这个穴位的按压方向，稍向下，向内按压。下一个就是点按气海和关元。气海在脐下1.5寸，又称为下丹田。关元穴在脐下3寸。关元是人体元气汇聚的地方，所以说我们点按气海和关元，能够调整人体的免疫能力，能够扶正驱邪。特别是关元穴，关元穴能够大补元气，能够治疗阳痿早泄、腰酸腿疼，能够治疗腹痛。这个穴位也可以用掌压，用掌根按压，以一个掌根按压两个穴位。下一个就是揉腹部。胸腹部的手法操作完毕，下面我们做下肢部的手法操作。下面我们做下肢部的手法操作。首先做下肢部推法。推法一般的来说是分3个线，外侧1线，正前方足阳明胃经1线，内侧脾经和肾经又1线。下一步就是双手抱揉腿部。这个手法要求移动速度要慢，揉的力度中等。到膝关节以下可以揉的速度快一些。下一步是拿揉下肢。下一个手法，掌按下肢，从内侧开始做起。然后做外侧。然后双手抱揉膝关节。然后就是拨小腿的外侧足阳明胃经和手少阳胆经。
下一步就是点血海凉秋。下一步是点气冲和足三里。用掌压气冲，下一步是放松髋关节，活动髋关节。如果是老年人，活动幅度要小一些。下一步是放松腿部，下一步扣打下肢部。下肢部的手法操作完毕，对侧和这一侧是一样的。下面我们翻过来进行颈肩部的手法操作。下面我们进行颈肩部的手法操作，首先是推大椎至两侧的肘部，然后直推大椎至膈腧，下一个揉肩部，这个手法的揉法主要是揉斜方肌这一块。下一步操作揉背部，背部的揉法主要以掌根着力，下一步就是拿肩部，主要提拿斜方肌和肩胛提肌。下一步是拨斜方肌，
从肩部到颈部。拨的过程中，在肩胛骨内上角肩外舒这个位置稍微多拨两下，然后在颈肩结合部多拨两下。下一步拿颈部两侧，下一步用掌握肩部，然后揉两侧斜方肌。然后点双侧风池，下一步点双侧的肩颈，下一步放松颈肩背，颈肩部的手法操作结束，下面我们做一下腰背部的操作。下面我们进行腰背部的操作，首先我们做一下分推腰背部，单侧直推腰背部，下一步我们揉腰背部，下一步做掌根拨腰部，
下一步，双手拇指离两侧夹击穴，下一步我们做双手拇指拨两侧的腰肌，下一步我们用肘点压大肠腧，下一步点压肾腧，肾腧的点压方向要稍微向前上方，用食指屈指点，也可以用拇指点。下一步用双拳滚两侧的腰肌，这个手法力度要适中。下一个动作就是揉，整个腰肌放松一下，然后是横擦八髎。八髎穴擦了之后，向腿上放射有热感，或者是向上腹部放射热感为好。然后放松腰部，腰背部的手法操作结束。下面我们做下肢部的手法操作，主要是下肢的后侧和脚底部。第一步就是揉臀部，下一步就是点按臀中、痔边和环跳。
下一步就是推下肢部。然后就是拿腿后，下一步就是用掌根揉拨下肢部。然后就是点压，从坐骨神经这一块往下点压。下一步就是点尾中，尾中穴在腘横纹的中央，在手按下去的时候，下面有一个腘动脉跳动，手下有动脉搏动感。尾中穴对于腰背部治疗和膝关节的治疗效果很好。下一步滚小腿部，下一步拿小腿，下一步按压昆仑、太溪、承山。这个穴位是太溪，在内踝与跟腱之间的凹陷处，外面相对应的是昆仑。这个是承山，承山穴在尾中穴下八寸。下肢部后面做完了，下面我们把足底做一下。足底的手法操作，首先是推足底部，全身保健按摩做足底，只是附带的做一下。下一步就是揉整个足底部，要注意揉五脏反射区、肺部反射区和胃部反射区，另外左侧心脏反射区。
然后揉足底部，伸直反射区。下一步按压，用指压足底部。放松整个足部的跟腱。下一个动作就是捶足跟。然后使足背屈，拔伸指关节，然后活动踝关节。下一步活动膝关节，放松一下整个下肢部。下肢部的手法操作结束，对侧和这边一样。